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。最近士多啤梨当造，所以今日一于同大家整一款简单嘅甜品——士多啤梨千层酥。我哋即刻开始啦！賣相真的很吸引，不知道味道又是怎樣的呢？酥皮面層充滿焦糖香，而且焗到很脆口，再配上吉士醬和士多啤梨，真的有點像外面街買的千層酥一樣。想不到在家都可以做到這款打卡甜品，大家都不妨試一下吧。Yoohoo！